diu. Diga, Gilmore. Sí.赵勇，恁兄尊姓大名？小姓田。赵兄的口音，好亲就是异乡人。是啦，王家探亲，路过此地。王兄，你是柳家的？金山。尊夫人是？是柳家的长女，英明。那安尼，二小姐不知嫁入倒一家？你捌你的名？无熟悉。要若安尼，你问艳名是为甚物啊？这家父先前是甲村老夫八拜之交，家父去世了后，恁两家就渐渐疏远了。是安尼啊，凤兄，你敢知影柳家二小姐是嫁入倒一家的？
变娘也是嫁在下为妻。我若变娘，也嫁为妻，我若要得下个救命之恩，都要想办法去放假。这个人讲话前后矛盾，我爱好好啊，家己注意，无听到跟艳娘有真密切的关系。舅爷，既然娘子都达到了婚八拜之高，我应当爱请舅爷到个寒舍避过贱论。多谢方兄，不敢。舅爷救命之恩，孤同在座，小弟也未报答。苦苦小事，何足挂齿？今仔日见面总算个如愿。王爷你也是无去严家，咱两人结拜为做兄弟，安尼好啊？安尼真好啊！我就请我你为长，大哥，现在。一个救命恩人，可是你结拜兄弟转来，先同介绍阿娘熟悉一下。母亲，海莲是想讲想我拜地休息一下。母亲，来，我来介绍。拜地，这位就是我的母亲。母亲，这位就是我的拜地舅娘。拜见二表。真的啊，多谢二表。你是小生叫赵雄，谢大姐。真的，我负责跟你讲。母亲，是甚物代志？迄个人，我敢若捌看。你那会啦，表示是你看唔着人啦。不可能，这个人我唔知伫倒遐捌看。想看卖，啊！我想着就是伊啦，是啥人？就是连凤秀内面迄个人。阿娘，你无看唔着哦？绝对袂，是伊摸唔着啦。是够少年，竟然是变在连凤秀内面迄个人。你今天来咱家是什么意思？今晚我准备咱家，把你来出事，咱本家的面子是要压出去一起。那边厉害，马上要有证据，那边有证据不厉害的，咱家家门关紧哦。母亲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将我俩爷证据，什么办法？过英年，绝对无要泄露艳娘的秘密，所以我伫个艳娘房中捡到一卡鞋的代志，暂时未用向表亲禀明，只好伫府上去起个刑事，等待抓到真凭实据了后，才过来用表亲禀明替英年说冤。
上的是我较早的，哪会走来伫遮呢？哇，我想到，较早我往藏伫龙王手内底，皇宫过门就是一家。反观，拜爷是迄当阵的新郎。是免乌白叮当哦，你哟你哟，你大下坐啦，啊这扫涂骹，这我来扫就好啊咧吼，哦啊你大下休困吼，啊我来扫涂骹。咦，你准哩嘛？你人是无爽快是无？无啦。哦，我想到，你定咧思念阮公主对唔对？我煞袂记甲你讲，阮公主会回来呢。公主什么时阵回来？刚回来啊。公主已经无用心。主娘啊，你才免怨叹公主讲无来看伊啊。其实伊足无用，伫咧招待人客。哪会啦？皇上，到底是倒位来的人客咧？就是张拖回来哦。听讲讲是阮公主的结拜好兄弟，而且佫是救命大恩人哦。哦，救命恩人。对啊，就是恁柳家迄个奴才做柳家啦，啊，甲因某吼三更半暝夜倒啊。对阮公主阿妈讲到阿刁刁，你要甲抢钱呢？啊，公主受伤也无咧。无啊，啊，就是迄个人来解救阮公主，两个唔才落去结拜做兄弟。主娘啊，我是咧足奇怪的呢。有啥物通啊奇怪？阮公主咧招待这个人客哦，安尼特别的特别，叫我三更半暝利用伊伫咧困的时阵，摕一双鞋去将伊换倒回来咧。对啊，就是阮公主叫我去莲凤乡提卡的，啊，甲恁柳家提转来卡的，啊，还袂提去互穿呢。咦，都真拄好啊，穿落去安尼拄拄啊好，安尼麻麻，袂输敢那伊的鞋。哈？敢讲伊是迄个人？哟，你就是想我来迄个人？真是是伊，好，我要来告伊。父亲，父亲搬车，政府已经上分啊！我要叫杨柳马上离开安丰啊！我今日后宫也做果断。父亲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杨柳千古难拜。搬车，父亲，你当真是要安尼做？安丰家敢会影响阮一个不清不白的新夫人？父亲，丈夫虽然是迄个人，但我丈夫不是杨柳。哈？不是杨柳？要不是什么人？是艳娘。艳娘？对。邱处理，我不相信。
迄个人，伊个杨柳的嫁妆，连红绣的内面，你来甲我牵拖对杨柳去。承担这件代志，代志若真是有影安尼，杨柳实在是一个真贤淑、真可怜的查某囡仔，我冤枉伊。严哥，咱也无证据，要怎指证杨柳讲伊做歹代志的？有啊，海里有办法，永安都会知影。Thank you.
小姐，饮茶啦。小姐，你准备这是要创啥嘿？我当然有内容。小姐，你今有啊哟？你这个傻囡仔。小姐，咱也约不出你的意思啊啦。我讲你袂记，本来自己搁无外久，你着要想啥？哦，想着大小姐。你才准备这囡仔的衫裤是哦，小姐，你准备了实在真周到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，你才准备你家己的呢？从来我就毋捌想过这个问题。啊，对啦，小姐，你毋是讲伊四公子无死？想看嘛，我这世人，敢有可能搁再跟伊见面时，如果乃是见面，有啥物路用？小姐，囝吼，毋是袂当见面，若是会当见面吼，不得有办法，我一定要当伊的面甲伊讲，让四公子会当知影。小姐，你为着伊吼，是吃足侪苦的呢。好，卖搁讲遮，对啦，春桃。打倒用这衫，用好，好啦。对啦，小姐，我一项代志吼，险啊未记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阮姑爷收租倒转来呢，伊讲叫我甲你讲，下暗的初几，大小姐单独要甲你见面，叫你一定爱去。哦，是什么代志？你知无？唔知影啊，姑爷一番有人就走啦。也好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将这衫送阮阿姊。春桃，是毋是要伫茶房跟阿姊见面？毋是茶房，是花园。花园。我离开洞房的时阵，要经过这个花园，如今景物已过，人事全非了。公事宛如走马灯，无无回忆在眼前。出来当时，我的鞋是落在什么所在？哪会留在房间？奇怪，已经初几啊？王爷哪还未来呢？王爷，你来啊！是你，丁小姐。
我终于见到你啊！四公主，紧走。桂英姐，过来这目标为着要见你，我有经过你吧？找不到你，所以改叫了本公主，才会到本家来。四公主，刘小姐，你是安怎事？你敢知我找吗？我伫海底好苦。这人是将我找起的。你还会记得你开的无？我问你，当时我将你藏到咩个凌风箱内底，让人扛过风浪，你是安怎样离开的？当时我伫生活内拄拄好一天，无加在你的点心伫生活内，今若无我，都爱枵死。到到迄一天，夫人将生活拍开。我才趁你个机会逃走。你认为讲，你安尼一走了之事，你爱怎样？你一走了后，我本家发生什么代志无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我那最因你，害你害得好苦。我无认为讲林凤秀内底迄个人，就是我那最的情人。我那最。含笑不变之苦，现在伫茶房伫咧受苦，每日伫咧茶水熬苦的，伊是冤枉的，是，伊是冤枉，又搁啥物人会当了解？只有我会当了解伊。赵小姐，你若无替恁姐姐说白咧，说白，无可能。我嫁到本家来，是为着要照顾你。也毋过，我来去帮受着不正的臭名，担心这个罪哩。要哪会哩？是为虾米？因为我的红嫂，因为讲连红秀内底迄个人，就是我的亲妹。这话将我说去。四公主，你还阁会记得我？在阮阿姐要出嫁的前一晚。找下来伫个所在时阵，你落一跤伫我的房间。会是，我红婿去捡着迄跤的，又搁在迄个林凤生发现着另外一跤的，伊在林子，林凤生来找伊的人，就是我的经理。莫怪昨暗我下姐让人给我换去。你讲什么？你看，这双鞋。我穿倒转来伫我的脚无，那你我的阿婶，下暗约我坐起来做伙，跟我阿姊谈话，莫非是故意安排？对嘛，伊那个代志就是伊故意安排。刘小姐，我已经来，我会当替恁姐妹说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个金花。这跟金花有什么关系？关系真大。你若要替阮姊妹说真话，你就爱讲出当时你灭在阮六家的原因，尤其是爱讲你姊妹的真实。是。到那时阵，你敢是有生命危险呢？尽管有伊的小姐为着我冤枉，我不顾一切，都要替恁说完。你不要你，你爱去，你杀不伊，谁敢出你一个人？你不要你死。为着我受到这么大的冤枉，你着救重阳母，我甘愿委屈一世人。桂英姐，我一定要替两位小姐做完。四公主，桂英，你不愿意去？你把我放手，我来去。桂英，阿娘，你看，你哪能冲啥？阿娘，你即摆已经亲目睭看到啊，你应该相信英娘啊吼。想袂到哦，英娘啊，你是这款的查某。啊，王爷，你听我讲，你免讲，我已经免兵，你袂免兵，我是你是卑鄙下流，嘿，王爷，你这个罪人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你别跑，王爷，哎呀，王爷，你别跑，
刘小姐，你爱保重，我即马替你来去说白。安娘，你免管我，已经走。为什么我都要走呢？我一定想讲因，来破官府来抓你。我若走，你的冤枉要安怎样？我的冤枉，替伊的罪啊，不够细讲出你。我最欢喜的是会当看到四公子你，还阁活动在世间，会当叫着忠良的孝道，我死也瞑目。刘小姐，四公子，死也无走，已经走，已经走。刘小姐，你看，有人家丁对这来啊。刘小姐，你给我，我有只弟嘞，你给我，弟，你给我。记得四公子啊！伊人伫倒位啊？伊即摆人伫倒位啊？已经走啊！伊无替你解释，无，伊为甚物若无要替你解释？是我无会替我解释。那你小姐，你要安怎？我曾经在相公甲婆婆面头前承认过关，伊是我的情人。所以姑爷才给你打上这种的模样。小姐，你为什么要安尼死走？我是为着要救人。小姐，你太委屈了。陈涛，你唔通哭。现在伯伯已经知道阿姊一时冤枉，以后阿姊带动放假，才当得到伯伯伊的疼。我已经无甚物通好挂了，我计较放假来冤枉已经也达成了。从今以后起，咱才当看到阿姊甲姐夫。因两个人相亲相爱，过着幸福的日子了。尊哥，你唔通讲，咱应该替欢喜一点。尊哥，真是，尊哥，你应该爱笑一点。尊哥，你笑啊，你笑啊。小姐，可怜你啊，宝宝，我甲阿娘明明是同房姊妹。
的，所以让我英明，你有在带念同胞姊妹，伊敢有在带念手足之情？好，你拢跟我来后壁房，我准你离开我，行。为啥这个死也是无法度说清伊的缘故？这件代志是我甲四公子知的，也过四公子的人已经死走，我是一个查某囡仔啦，什么人要去相信我的话？我要用阮小姐含冤离世。我要来去找四公子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我一定要找到伊，找伊回来做证，替阮小姐赎冤。小姐，村头姐姐，李小姐好不？小姐，我小姐的人已经在要死。四公子，你是来做主事？你既然为着家己的性命，拢无为别人设想，为小姐为着你，梦想不变之外，今日呢，你既然无要替变讲，那还无呢？就是李小姐唔肯和我讲啊。那呢？你敢有想要替阮李小姐说冤？当然是有。我已经一只等几落工了，就是无机会见到彭家的人。村头姐姐，只要我若当见到彭夫人甲彭兄，我会将李小姐的冤枉解释清楚。那呢真好啊！要见彭家的人真简单，无你跟我来去。好。你做对不起公家的代志，对阮媳妇恶病，啊！你还唔走，你过来阮家做啥？你是离袂开恩娘心。
走，我保管给你抓。老夫人啊，你误会啊啦，你就是。你误会，我就是跟你讲，我就是官兵四处要抓那个平凡四条。将梁王秀赶到本家，引起了老夫人对英娘甲艳娘的误会。英娘，阿着恁二哥三哥啊，阿着恁大哥，大家拢要食酸牛酒啊。本来是要入完老新房，我想来想去，让恁两个出去外口，甲伊变较好。母亲，那是安尼啦。讲起来嘞，恁大哥二哥是真大出手哦，阿包一点。我会给你背红包的，进去进去进去。受着不便之患，无任何人会当了解。二小姐伊就要救，蒙受万恶。又因为我是调歌的琴花，伊唔肯让我将真相讲出来，愿意自己接受一世人的委屈。
哎呦，安尼一娘嘛是我弄的啦。媳妇啊，刚来过个老姑啊你。
归还主人。谢公主，你还阁会记哩？迄个灵凤想我。